咱今日要讲的是娱乐，啊，后礼拜咱讲的是家日，吼、哦，这两个拢足重要的人物。啊，尤其今日这个娱乐，哦，你啊看圣经的记载，娱乐的故事啊，足短足短，但是啊，娱乐非常的重要，吼、哦。我来甲咱解说一下吼、哦，咱先来讲，迄、那个米迦书内底吼，有甲咱讲讲上帝讲啥物是好，讲做事项，讲安那。听讲伊心存怜悯，啊，搁来安那谦卑，啊，第四项呢，甲上帝三同行。所以上帝所好的就是安那这四项。啊，咱今日要讲的就啥物人？娱乐，娱乐就是安那甲上帝三同行。哦，伊安那呢？娱乐伊啊，伊活到65岁的时阵，伊生一个囝叫马托萨拉，哦。即马土萨拉，我记叫马土萨拉。即马土萨拉，哦，伊65岁时阵哦，卡生一个囝，哦，啊，伊生囝了后哦，伊甲上帝呐同行300年，唔是三日咯，是300年。300年了后，伊个呐，伊伫这300年的中间，伊个呐，佮赶快佮生囝吼，啊，佮咧饲囝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到伊365岁的时阵，上帝就安呐，甲伊调去。以咱世间人来讲，讲安那，伊就死去啊。但是安那，圣经有记载是上帝来接彼得，接彼得顶，所以伊落是安那，伊落无死哦，伊落到今啊，佫活着哦。所以全世界上根本是要应该是伊啊吼。迄、那个时阵到今啊吼，啊，所以圣经内底有记载有两个人吼，无、哦、死，一个伊落，啊，一个啥物人？伊利亚，迄、那个先知伊利亚足厉害吼，足侪神迹。对啊，咱这个娱乐的，到底做啥货？圣经讲说，伊大项都嘛无做，伊干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安那，甲上帝相同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啊看嘛，所以伊的记载为虾米短短啊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话唔知讲，啊，这个人都安尼短短啊一阵尔，啊，为虾米上帝予伊遐尼大的荣耀？伊是安那？伊是第一个安那，无经过死的啦，吼、哦，就第一个无经过死，上帝就甲接伊安那。上帝作假的吼，这个人实在真好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安那，伊嘛是安那，有个人个人唔知啊吼。有一挂圣经学者来讲，伊都是第一个啥物，你敢知？第一个先知，吼、哦，伊是第一个先知。因为安那呢，犹大书咱先有一本叫犹大书吼，犹大书伫迄个启示录头前面，啊，伊加一篇尔，伊14章、15章就讲安那，讲伊都有言。预言就对吼，预言讲啦，讲有看到啥，看到主耶稣吼，安那带领千千万万的圣者来啊，来审判安那，审判这个世代啥物人，无正确的人吼。啊，所以啊，等于甲看伊落个迄个犹大书14章、15章吼。啊，所以有人讲，哎、欸，会讲预言就表示安那，伊是啥物人，伊是先知吼。啊，所以咱来看迄个先知内底作真多，伊落上早，所以伊落嘛会使讲是安那。第一个先知哦，所以有作者迄个真好个吼。啊，所以咱也看讲奇怪，啊伊故事为啥物遮尔短？但是作者吼，就是讲，当伊65岁个时阵，吼、哦，伊生一个囝，叫做马托萨拉吼。即、哦這個、马托萨拉吼，伊、哦、是圣经内底，圣经内底有记载，活上久个，活几岁？969岁哦。哦，伊是上久个，活上久个吼。啊，即、這個、马托萨拉是啥意思？恁敢知？有两种意思，有诶讲两种，有诶讲三种吼。啊，咱无要紧，咱讲两种诶。一种就是安那赊钱诶人，马土萨拉，伊诶名叫赊钱诶人。啊，一种意思就讲安那，诶、欸，死了后，迄件代志会发生。哦，啊，啥物代志？哦，以咱即摆来讲就对啊吼。以咱即摆咱甲讲较白话，咱即摆来讲讲，死了后就安那有审判。上帝就会审判，哦，啊，所以安那，所以这个伊洛，伊家己个囝号这个名，就是讲，哎、欸，伊有看到异象，伊就知影讲，哎、欸，因囝死了后，这个世代安那有审判，哦，所以就开始安那，伊就甲上帝相同行，所以就拢安那，你若看伊65岁进前，佮有甲上帝相同行，没有，伊就是到65岁以后，伊佮安那。甲上帝三同行，吼、哦！啊来，咱来看下，马窦撒拉187岁的时阵，
哦，咱即摆讲迄个伊洛个囝马杜萨拉187岁的时阵，生啥人？生伊个后生叫廿迈，187咯吼，咱也记起来。哦，啊廿迈182岁时阵生啥人？生哪啊？187加182偌济？369，369，哦，啊那，咱讲啊，咱圣经有记载伊活几岁？969，啊，所以969减369偌济？600，所以呐，伊个孙啊，哪啊600岁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？哇，水来，甲全世界所有的人拢淹死了了，所以就是安那，所以就圣经。讲迄句安伊死了后安那审判，哦，就讲伊死了后，迄件代志安那会发生，哦，所以这个啥物人，这个伊洛一早就安那就有看见，啊，事实嘛是安，你啊看圣经的记载，你啊大家算算，就是讲，迄、那个马杜萨拉死的时阵，拄啊，伊的孙啊，哪啊600岁，拄啊上帝用大水淹死所有世间人，啊，所以你啊看伊洛安那，伊有看，所以就安那，伊就专心安那。甲上帝三单行，吼、哦，甲上帝三单行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啊看卖，伊是甲上帝三单行，啊，咱看圣经来讲，伊行几单？300单嘞，嘿，不是3天5天嘞，嘿，啊，所以咱就爱知讲，哎，咱甲上帝三单行，这是一段啥物时间？一段真长真长的时间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信主了后，你就安那，你就爱到你死的时阵，你拢爱安那。甲上帝三单行，你袂使讲，哎、欸，我今日洗礼好，我食热心好，热心啊！一两单过来，伫教会拄着无如意的代志，就撤下人就走啊！哦，迄足侪人安尼，啊，就是安那。你甲上帝三单行时间安那无够长啊！哦，迄真正无够长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嘛，伊咱即下来讲迄、那个，伊落顶是一个安那马拉松的选手吼，伊是那一直走过300单，所以。非常长的时间，哦，啊，搁一个是安那，伊几岁的时阵，他开始甲上帝三单行，65岁，哦，65岁，咱即摆看讲，哦，65岁，哦，遮尔老啊，吼，啊，但是安那，咱甲想起，哎，咱来讲安那，伊是安那，伊少年的时阵就安那，就开始对甲上帝三单行，你啊想看啊，咱拄只有讲过。伊65岁哦，伊咱即摆甲伊讲来挂65岁真侪，但是咱啊跳转伊迄个时代，伊迄个时代人拢几岁？900几岁，900几岁65岁算下呐，会还阁无10分之1嘞呢？哦，咱甲算10分之1就好啊。哦，啊咱即摆人几岁？咱即摆甲算100岁好啊。啊，10分之1几岁？10岁，哎，伊10岁就到上帝三单行啊呢。哦，所以咱来看讲安那，伊到上帝三单真正是安那。少年就开始啊，呢吼，真正是少年就开始甲上帝三单行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啊，甲咱的囝儿孙就是安那，当伊细汉、少年的时阵，就安那爱甲带来吼，唔通讲啊，等伊较大汉的，咱拢伫遐等吼，等到你话恁就观察去安尼吼。所以，迄、那个囝儿孙细汉就安那爱甲带来吼。啊，咱家己咱无要紧。咱就较晚来信上帝，咱70、80岁较来信上帝，即拢无要紧。像我妈妈嘛是70几岁较信上帝，即拢 OK。哦，啊，就是讲，当你信上帝了，你这段时间就爱干哪，干上帝哪，做伙三单行。哦，啊，所以上帝就哪会欢喜，会接纳。所以你啊看圣经内底到有写，伊若做啥物做特别的代志，通通没有。哦，伊袂像伊利亚安尼好。用足侪心力，伊拢无，佮圣经就一句安尼，甲上帝三单行嘛。所以伊咱即摆眼光来看，伊拢是啥物人？甲你我拢共款，平平凡凡的人，一个足平凡的人。但是安那，因为伊甲上帝同心，所以安那上帝就安那，就先甲伊接去，吼、哦，先甲伊接去，吼、哦。所以迄、那个阿摩斯书内底有讲安那，人也袂同心就安那。无办法担行吼，阿摩斯第3章第3节吼，人若无担心，就无办法担行。所以咱甲上帝三担行，咱也着安那，爱甲上帝同心吼。所以咱国语有一句安那，以耶稣的心为心吼，就是这样吼。所以咱要甲上帝三担行着安那，咱爱以上帝的心做心吼。所以咱做代志着安那，爱用上帝眼光来看这件代志，不是用
定咱的眼光，啊，咱大部分拢是安那用定咱的眼光来看这件代志，哦，拢是安尼，哦，所以咱做足侪代志，迄、那个上帝无欢喜，就是安尼，咱拢是安那，唔是以上帝眼光来做，啊，所以娱乐就是安那，伊真简单，伊就是安那，伊就照上帝所用的眼光来做。哦，所以呢，伊甲上帝三单的，这三百单，上帝就来安那接去到天顶，哦，所以就上帝就安那接去到天顶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希伯来书嘛有讲啊，讲伊都是安那是信心哦，吼，伊嘛是信心的前辈，吼，信心的前辈，吼，啊，所以这真重要，吼，所以咱爱依落专心挖靠上帝，哎呀那，你来当个时阵。少年的时阵就爱开始军队，过来就是安那，军队主要安那一段长的时间，吼、哦，爱有一段长的时间，啊，以上帝的心安那最心，吼、哦，安尼真简单，吼、哦，但是安那真简单啊，做歹做，吼、哦，做歹做，所以伊落个伟大就是伫这个所在，伊毋是惊迄落做着心热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常咧甲伊讲，咱伫台下顶咧服侍，甲伫台下骹拢安那，拢同款，只是照上帝来讲，拢同款，所以你毋免你。天上台仔顶的遐，啊讲啊，我着坐伫台仔脚呢。你甲你坐伫台仔脚的角色扮演好，上帝同款啊，甲咱接纳，甲咱学了，了着娱乐，着做明显的啊吼。你看圣经教咱这几章安尼这样做明了，吼、哦。但是安那，伊着去学上帝安尼，甲接去，所以真正是一个足好的礼物，嘛是值得咱学习吼。啊，所以咱这就不单单大家结束，哎，其实少年的时阵，着爱来对主，啊，过来着是啊，对主安那。一段长的时间，啊，过来就是安那，爱用上帝心、最心，吼、哦，好。来，咱拢讲重点啦，来，咱来讲加力，吼、哦，这个加力真真重要，吼、哦。加力就是安那，当初是迄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伊行到旷野，啊，要入迦南地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上帝伊就派讲，甲摩西讲，哎，摩西啊，你派迄个探子。去调查迄个迦南地迄个所在，啊有一个条条，一个支派爱派一个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因有十二个支派爱派十二个吼、哦，啊过来就是啊，搁一个条件就是安那，拢爱族长哦，就是讲你爱安那，你要找这个人拢是安那，你讲话安那，恁族内内底拢安那会听，吼、哦，所以足重要的人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就甲派去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就十二个支派。哦，啊，所以其中迄个犹大支派，就是以后迄个啥，以后迄个弥赛亚耶稣的祖先迄个支派，犹大支派，派啥？派迄个亚夫尼的囝加勒，就是咱今日主主角加勒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安那，以法莲支派就派安那，派何西阿，哦，何西阿，啊，尾安那，迄个摩西甲迄个何西阿改名叫做啥？约书亚，所以咱知影拢叫约书亚，约书亚。哦，啊，话听，我啊，好，形容一个好势啊。有啊，这圣经有写吼，伫迄个民数伫内底有写，圣经有写讲迄个摩西甲呐，甲迄个好势啊，改做约书亚，吼，改做约书亚，吼，啊，所以就安那，因就十二个支派就去，啊，摩西就来讲，你爱对南地才去，吼，啊，你爱调查迄个所在，看迄个所在土地好啊歹，哦，啊，伊个人侪啊少，啊，百姓强无，哦，啊，城市安那。有大无有坚固无，哦，啊树有树啊无，啊遐有水果无，哦，所以恁大家啦调查哦清楚，哦，啊遐若有水果，恁就摕我遐个水果转来，哦，啊所以因这个十二个探子吼，就安那真欢喜出发，哦，啊所以因经过几日四十日咯吼，所以要调查一个所在，因加兰地足大嘛吼，四十日的时间，哦，所以就去四十日去，啊去到迄个以实国。以实各啦吼，啊，你啊看圣经以下以实各国吼，啊，那你啊，所以你啊要讲台语来讲以实国的山国，你若讲以实各国，吼，以实各国无唔对，啊，但是听咧怪怪，你讲以实国的山国，台语啊，你讲较顺，人家听好无？你啊讲以实各国是啥货，咱就唔知影吼。所以，因来到这个以实国的山国的时阵，伊啊所在安那，扯一耙葡萄，哦，一耙葡萄。哦，咱真够有讲话，两个人安那，两个人耕的，所以葡萄有大葡萄，吼、哦，伊遐足大枝的吼，来、哦、用两个人耕，啊，佮因佮摕一寡啥物，摕一寡迄个无花果啦吼，啊，佮有石榴，来遮迄个水果，啊，着佮摕转，
所以四十天回来了后，因就回来迄个巴万的矿业，哦，迄、那个家底书迄个所在，哦，应该讲家底书啦吼，家底书迄个所在吼，伫遐，哦，来见啊，见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的会众，哦，啊，因大家就报告讲，哦，咱去迄个所在真正是安那，老米甲迄个所在，你看因的水果安尼，遮尔啊好，哦，土地啥的拢有够好，不过因的百姓安那，哦，嘛是安那。足强诶哦，啊，城市嘛是足坚固诶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因遐足强诶吼，啊，迄个所在真正水，吼，啊，伊讲了，但是因有讲啊，讲迄个所在百姓足强，啊，遐城市嘛安那足强吼，所以因遐诶百姓就小可会惊，惊，啊，迄个时阵加勒就起来，加勒就起来讲，哎、欸，咱进水来，咱进水来进攻即个迦南地。咱一定打赢啊！唔免惊，咱一定打赢。吼、哦，啊，另外迄个探子就起来讲，袂使袂使，咱袂使去。伊安那，因遐人高强大汉，你去看诶。阮有伫遐看到阿拉族咧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亚纳族吼，迄、哦那个阿拉族诶是啥货？是较早诶迄个巨人族，吼、哦。你敢知伊遐高强大汉？咱阿哩比咧比起来是啥货？你敢知影？因是人，咱是安那，咱是草莓啊。吼、哦。我们高强就要差遐尼济哦，咱家己看，咱就先臭命啊！因家己看，咱嘛是臭命，所以咱绝对啊啦，袂使去拍。咱即只去吼，温室的吼，咱即只去温室的就对哦。啊，所以迄、那个，啊，以色列百姓就开始讲啊，即只惨啊，啊，无代无志哦，较无代无志，会派遮济，甲咱带来即个所在咧，咱伫啊啦。咱伫迄个埃及地时阵，就好好安尼，啊无大个就出来吃，吼、哦，啊归去咱啊死伫埃及嘛好，啊无死伫只旷野嘛好，是安那要走去倒，要走去迦南地吼，遐、哦、个百姓真正遐尼强吼，真正无好，所以就开始安那不满了对，吼、哦，啊就伫遐起怨言，吼、哦，啊就有话就讲，啊无安尼啦，咱另外一个领是领袖啦吼。另外，就一个带头，咱倒转来埃及啦吼，倒转来埃及，哦，啊，所以嘞时阵，咧丢唔着啊啦，袂控制住，啊，所以嘞，迄个摩西甲阿伦嘛，唔知影要安怎，所以两个着啊啦，趴伫涂骹，哦，啊，伊时阵嘞加勒，哦，啊，甲约书亚伊就甲啥，同伊讲，恁大家唔免惊啦，有上帝甲咱同在吼，咱一定会赢啦，因一定亲像啥货。亲像咱的食物安尼啦，而且搁安那，因遐个人吼，无人咧甲因保庇啦，有上帝甲咱同在，咱安那，咱一定赢。哦，啊，即另外十个人，咱拄则有讲过，十二个内底十票反对，两票赞成，安那讲嘛袂听。啊，咱拄则搁有讲啥？即十二个人拢是啥物人？拢是领袖族长哦，就是讲因讲话安那，族个人拢会听的哦。所以十组，啊，咱讲来了吼，所以就袂。伊那就无赞成，所以即有人就开始讲，牵一头，甲迄两个牵落死，哦，来讲咧，甲迄个约书亚甲迄个加勒甲牵落死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就安那，要牵的时阵，安那上帝就出，哦，上帝伊就开始安那，伊就出来，迄个伊就真无欢喜，伊就显现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就讲安那，伊要处罚什么人，伊要处罚这以色列人，要甲所有以色列人安那害落死了，对。啊！伫遮，咱故事经过了以后，咱会去讲，遮讲较详细吼。因为咱最少是要讲家里个角色。来了啊，摩西就甲上帝求情，所以上帝就安那，上帝就无甲遮个人杀了死。但是上帝安那，伊感官处罚，吼、哦，伊就感官处罚，伊就讲安那讲，恁二十岁以上，遮个查甫个啊吼，有发了怨言个，应该全部拢发怨言过来吼。二十岁以上拢安那，拢爱死，拢袂当进入迦南地。迦南啥物人？迦南约书亚甲加勒会当进入安那，入去迦南地尔。而且搁安那，加勒伊所行过遐个土地，拢要做啥？做伊子孙的迄个产业就对，吼、哦，要叫做伊子孙的产业。啊，搁恁伫遮讲的，讲啥？恁的富人人啊，吼，啊，甲遐个囡仔会用你啊钱哦，遮个人。真歹势，我拢要安那，要往这边加人地，啊恁遮个拢安那，拢爱死伫遮，吼、哦！啊恁去调查加人地规律，
四层去，啊，一日安那，一日顶一日，吼，顶一单，所以恁爱伫扣押是扣几单？四十单。啊，所以伫这个四十单的时阵，你啊看六十万的遐是，迄、那个是点数遐六十万人的查甫拢啊，全部拢死去啊，我剩两个人尔，剩家咧甲约束啊。啊，尾啊，佫有发生代志，所以连啥物人，摩西嘛无入去迦南地哦，摩西嘛无入去迦南地，摩西无入，但是上帝保障予伊安那，啊，袂伫真正有看袂迦南地安尼，所以上帝就有甲讲，迦南两个人会当入去，只个查甫，伫迄个时阵超过二十个迦南两个人会当入去，就是真难个，所以来经过时间咧过，作品来经过。经过四十单，看来经过四十单，摩西也死啊，啊，整个规个迄个世代所有的人拢死了，所以上帝就开始变啊啦，爱这边加人地，啊，所以带头的人是啥物人？约书亚，约书亚就变做啊啦，变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所以约书亚伊就开始啊啦，带以色列百姓这边啊啦，这边加人地，啊，这边加人地伊就安那好。拢真正遐抬过来抬过去，所以经过到一段时间，经过五冬啊吼，经过五冬的时阵，已经拍到迄、那个，拍到上界歹拍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叫做啥？叫做希伯伦，希伯伦的遐呐，希伯伦是啥物人伫遐？阿拉伯的人伫遐，就是讲遐的居民，伊讲啊呐，咱小草坪遐巨人的迄个所在，遐人伫遐，遐人占领迄个所在，你也晓。迄个时阵有三族，一族叫史书、四三吼，来遐读叫史书哦，史书，啊，搁一个阿希曼，搁一个迄个探曼，迄个塔法的塔，后面是塔法的塔，啊，来遐读叫塔，探曼吼，这三族，啊，结果来是安那，结果迄个时阵是安那，大列安那，伊去迄、那个，伊咧调查时，伊就是调查迄个所在，所以。经过几冬了后，来，咱即下故事就先较进入来了。讲，加勒伊就走来结交，来找约书亚，啊，伊就甲约书亚讲，讲，我甲伊讲吼，当初是迄个上帝所讲的话，你会记着啦吼，咱拢知影啦吼。啊，迄、那个约书亚讲骗我唔对，啊，迄、那个加勒就讲，我当初是去调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四十岁。啊，我即摆已经几岁啊？八十五，所以经过啊四十五单，啊，所以表示讲因迄个因四十来人了后，较进入加兰地啊，所以因了过完啦，经过四五单的迄个前程的时间，伊讲我即摆已经啊啦八十五岁啊，啊，所以啊啦，较早吼我四十岁的时阵，我的体力安怎？我即摆八十，虽然八十五岁，但是我的体力安怎？嘛是同款遐尔用，所以了。你甲迄个彼边门迄个所在好无？我家己来拍，啊，所以迄个约书亚伊嘛知影讲，哎，上帝有交代迄块土地了无？啊，所以讲去啊，你去，啊，所以家己你要看嘛，伊到八十五岁时阵，伊个呐，亲身去攻打迄个上界歹拍啊呐，迄、那个巨人族迄个所在，啊，所以就安那，甲迄个城啊，规个拍落，啊，就甲我拄只讲，迄三个族拢安那。甲拍败个，拍走了后，啊，整个安那，伫因遐拍了后，整个国家就安那，就天下太平啊，因为安那上勇个已经安那，去让伊拍败啦吼。啊，过了来就是安那，伊煞去因遮，甲遮拍了来，伊就搁走去一个所在，叫比撇比比啦吼。比比我本来读做比啊，结果注意甲看，毋是比啊，是撇吼，是袂撇，伊是撇个吼，比比吼，迄个蛇。啊，来伊，伊遐拍了，就是遐拍。啊，其实吼，我是感觉讲迄、那个，家咧可能刁工咧选囝婿啦吼，所以才会讲迄个。伊就讲啊，哎，恁啥物人啦？把这个城讲落来吼，我的查某囝阿三吼，伊做某啦。伊安那呢？伊，你想看嘛？你，迄、那个阿拉做遐上界重要，伊变轮遐，伊就有办法甲拍落。有啥物这个，迄、那个底片则无办法甲拍。唔是无办法，所以我个人咧，感觉讲，伊应该是咧呐选囝婿吼，啊，所以就安那讲好，那啥人大家拍落来吼，阮查某囝落去，结果是啥物人？迄、那个无道德吼，无道德恶徒呢，
二头呢，就安那把迄个社工了。二头呢，即嘛足重要，但是以后咱搁会讲的。伊嘛是一个真有名的叔叔，我伊嘛是一个真有名的叔叔。所以这二头呢，就安那把这个社工落来。啊，所以安那，这个家里的教育所，甲因查某囝上网做某，哦，啊，因这个某好真厉害，哦，就甲讲，哎、欸，你爱甲阮老爸讨一块土地啦，啊，唔是安尼，买个安那。喝水泉啊，有土地无水嘛袂使吼，啊所以呐，所以家里嘛是安那，对因做好，对这查某囝啊做好讲好啊，啊着土地互你，啊甲水泉好个啥，拢互你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咱个故事讲了吼，因咱讲袂咱讲重点吼，啊家里是安那，是值得咱学习个，伊到85个时阵，伊搁安那，伊搁亲身出马，为着伊家己个迄个产业落去前进，吼、哦，啊咱拄只头有讲。这个165岁是少年家，如果这个家里85岁，一定什么啦？一定老人啦。在那个时代无同款啦。哦，摩西的时代，摩西伊讲安那，讲阮人的年纪一生是几岁？70岁。勇敢才活到几岁？80。哦，所以伊那个时代已经人是70到80这样尔。但是伊那个时代是安那？是900岁，吼、哦，是900岁。迄、那个时代的人是900岁，所以65岁是算命啊。哦，哎、啊、呀，70到80，不过伊变啊85岁呢，伊变算啊啦，哪有老老啊？哦，哪有老老人？但是啊啦，伊个同款啊啦，为着伊家己产业，伊愿意讲，哎、欸，我要亲身出马，出来争取。哦，所以这都值得咱学习的。所以有足侪教会，拢甲迄个年长的教会。为着要鼓励遮人，拢号做安那家力吼，家力小组啊，家力牧区啊，拢是安尼，着讲爱较年长的，着讲爱学习安那，学习伊的精神。哎，伊是85岁，较过安那，还搁咧前进呢。毋是咱即个85岁，人85岁着讲，哎，哎，恁做着好，我拢无咧迄落啊，吼。啊，所以毋是讲，我的意思嘛是讲，咱一定着安那，一定爱出来做啥物代志，但是咱啊爱学家力安那。迄款个心情，迄款个精神，家己就是安那，伊就是有一颗敬虔的心，要听上帝话的心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就爱学习伊个精神。所以，哎、欸，我嘛是常甲恁讲过，咱虽然脚手万吨，袂当去做啥货，但是咱上帝话，咱还阁会当安那，还阁会当祈祷，吼、哦，还阁会当祈祷。咱讲到歹听啊，准做你嘴袂讲话嘛是会祈祷一下，对无？哦，咱用新闻嘛是会祈祷一下，哦，所以祈祷上界好爱出声，但是你无办法出声的时阵，你的祈祷上，我相信上帝嘛有听到，因为啦，因为你是袂当出声，哦，唔是讲你会当出声，但凡无爱出声，哦，啊，所以祈祷就变作讲，哎、欸，虽然咱是年长者，但是这是安那，咱做会到，哦，咱做会到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教会若要办啥物活动。哦，咱无办法去参与，你若像讲迄个团宣啊、夏令营啊，咱无办法去，但是咱会当安那，咱会当做祈祷的代志，咱来代替遮人做祈祷。哦，啊，圣经嘛，甲恁讲，伊头前整一个，甲伫后壁过面去安那，伊迄个进修是安那，是共款地图啊，就亲像我拄则讲的，伫台仔顶服侍，甲伫台仔脚底服侍，拢是安那，拢地图，大家伫上帝来看。拢是同款，哦，无讲爱伫台仔底就较高贵，啊，伫下底就无，哦，无即个代志吼。所以咱只要若是有心，要来服侍上帝吼、哦，所以咱所做拢安那，上帝拢会来会甲咱接纳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毋通讲咱老吼、哦，我真正有甲恁讲过，圣经内底足侪老人拢值得咱学习吼。这摩西嘛是老，摩西几岁才出啊？80呢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啥物人？阿伯拉罕几岁？75呢，哦，所以遮拢是啊，以咱遮个眼光来看，拢是安那，拢是老人啊呢。但是因拢啊，因年老时阵，上帝甲拣选遮个人来做遮个代志。所以你啊看嘛，哦，那一般伫以色列人，因感觉讲上伟大的先知是啥物人？就是摩西，哦，伊就安那摩西做遐济代志。但是摩西是几岁才出来？80岁，哦，80岁才开始出来咧服侍，哦，啊，阿伯拉罕。是咱迄个信心的老爸，伊75岁才开始出来，哦，啊，这个家业85岁，搁为遐啦，为伊家己的土地伫遐咧产业伫遐咧增值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嘛是安那，哎、欸，咱嘛有咱的产业啊，哦，咱也爱看讲，哎、欸，
即摆上咱的教会啊呐，教会的目标就是咱来所爱做，所以牧师若有啥物意向，咱就安那针对这个代志，你来做辅导吼。啊，所以教会分牧师会教呐，把未来教会所要行的路，拢甲咱讲吼，甲咱讲。啊，所以咱虽然身体无方便，但是咱的心绝对无方便。吼，咱的心绝对方便的，心都无人帮我控制。哦，我人伫只心已经走去到。在到有袂停去啊，嘛有啊吼，对无吼？哦，啊，所以心就永远了了了，所以咱的心绝对方便，哦，所以无论啥物困难的代志，对咱来讲应该拢是无啥物困难，哦，啊，所以只要咱的专心家己啊来行上帝的路，我看咱的教会会愈来愈好，所以咱的迄个忌惮应该过无偌久就会开始断根，哦，所以唔嘛，咱大家以后时间拢做伙伫忌惮来啊，服侍上帝。好，咱今日故事讲到这。好。